大家好，我是六师班的卢云宇，我很高兴今次有幸成为德信小作家之一。我热爱中文，平时喜欢阅读和写作。我最常看的就是一些文学作品、散文、短篇小说等等。我最喜欢就是看军比的书，他的《港鞋心语》系列就是我挚爱的作品。另外，我亦都会睇一啲近代嘅文学作品，例如朱自清、鲁迅嘅一啲散文。喺呢啲散文当中，我哋可以学习到一啲新嘅成语、写作技巧或者修辞技巧等等，对我哋嘅写作都有好大嘅帮助噶。讲到写作，我就认为创作系最重要嘅。因为有创意就能够创作到好多新的题材、好的题材和丰富的内容，那整篇文章就会更生动有趣。除了写文章之外，我亦都喜欢写剧本。由四年级开始，两年的话剧我都有份做编剧，例如我的同班同学亦都有演出过。我希望藉着今次刊登文章的机会，来给我自己改善一下我写作的方法，希望同学看过我的文章会给更多的意见我。我亦都希望以后会写到更多更好的文章给大家欣赏啦。多谢大家。